睛，然后两个手臂，上面长了两个角。我都摸不到它的触角，是不是？开心哦！我们今天要去看巨大的仙人掌。热带没有一个正常的吃，感觉都奇奇怪怪。所以，而且好，这个自我防御能力感觉非常的强，感觉你不要摸我，你不要过来的感觉都是刺哦，刺哦。所以说这是仙人掌的花，这是仙人掌的果实，黄色的，你看。No. 又来。我们两个人的记忆总是出现偏差，相同的记忆，但是总是出现偏差。七七，嗯，咯咯咯咯咯咯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响尾蛇。